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，各位领导、同志们，大家好！我叫钟南山，我是胸肺科、呼吸科的医生。由衷的感谢党和国家把这一份荣誉授给我们四位医务工作者。实际上，这是党党和国家对全体的医疗卫生工作人员的充分肯定。今年伊始。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，我们和广大的医务工作者一道，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始终把人民的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”的重要的指示精神，与尊重事实、解放思想的科学精神，全心全身心的投入疫情的防控阻击战。 在病毒分离、社区的联防联控、支援湖北、中西医病重以及重症救治方面，进行不懈的努力，攻坚克难。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，在全国人民同舟共济、共同奋斗的下，我们仅仅用了一个多月就的时间，就初步的遏制了疫情蔓延的势头，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。 取得了武汉保卫战、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的成果，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了重大的战略成果，赢得了全国上下以及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赞扬。尽管新冠肺炎的疫情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，我们仍然不能松懈。 必须慎终如始。我们将与全国以及世界医务工作者携手，在病毒溯源、切断传播、快速诊断、药物研制、重症救治以及疫苗开发等方面持续攻坚，努力为全球抗疫事业、构建人类健康卫生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。 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。我想，健康所系，性命相托，就是我们医务人员的初心。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是我们医者的使命。有幸亲历了国家医疗卫生事业从弱到强的蓬勃发展，蒸蒸日上，目睹了共和国从贫穷落后。 不断的走向繁荣富强，我由衷的感到骄傲和自豪，也由衷的感感恩党和人民的培养，倍加珍惜难得的人生机遇和干事儿创业的舞台。新逢盛世，当不负盛世。面对尊崇和荣誉。 我们将始终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，始终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周围，以敬畏生命、护佑生命、捍卫生命为己任，努力为加快实现全民族健康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斗不止。最后，衷心祝愿。 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更加辉煌，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，伟大的人民更加幸福安康。谢谢大家。嗯嗯